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，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，南无大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。修定的利益。清净道论提到修定有五种利益功德：一、宪法乐住的利益，ditta dhamma sukha vihara nisamsa。此中宪法是指在此现前自体，即在现世、今生这一世当中的生命体。乐住是指安住于无烦恼、无杂染的刹那之乐，所以宪法乐住是指在现世安住于刹那之乐，在今生安享刹那之乐。利益阿尼桑斯又译为功德，对于尚未证得刹那的纯观行阿罗汉，由于他们已经以道智断除所有烦恼，即诸盖烦恼也已断除，因此修习并证得禅那，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。所以在证得阿罗汉果后，若他们进一步修定，证得四种禅那，进入并安住于四种禅那的无烦恼、无杂染之乐，为宪法乐住。灭尽诸漏的阿罗汉，入定前决意，我将一整天安住于无烦恼、无杂染之乐的禅定之中而修定。他们为此而修习禅那的安止定，有宪法乐住的功德利益。因此，佛陀在中部损简经说：“纯陀，这些在圣者之律，不称为损简。”这些在圣者之律，称为宪法乐住。佛陀教法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，解脱生死轮回之苦。因此，若修习并证得禅那后，以此禅定为基础，进一步思维诸行，修习观禅，在观智成熟时，以圣道断除相应的烦恼，证得圣果。这称为佛陀教法中的损减烦恼。但若修习禅定是为了安住于无烦恼、无杂染的禅那之乐，就只是宪法乐住，并非佛陀教法中的损减烦恼或损减诸不善法。二、观禅的利益，vipassana nisamsa。是指禅那能支持或有助于修习观禅。由于拥有禅那，禅修者能清楚地照见圣意明摄法及其因，并观照他们的无常、苦、无我本质。禅修者在禅那之中，或者说在安止定之中，是无法修习观禅的，而是从禅那出定后，借由其定力为助缘，进一步修习观禅的。当有学圣者和凡夫从禅那出定后，决意我将以此定心来修习观禅。由于定是慧的静音，而此所修的安止定是观禅的静音，而且修习进行定或从禅那出定后的刹那定，能证除爱、见、慢、烦恼、杂染的势力。因此，以此定力的助缘，能如实照见诸行法的真相。所以，修定有观禅的功德利益。因此，佛陀说：“诸比丘，你们应修定。诸比丘，有定的比丘如实了知。”所以我们应该为了如实了知无取蕴，为了如实知见四圣谛而修定。三、
神通的利益。阿比尼亚尼桑萨是指若人们想要拥有世间的五种神通，即宿命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变通，必须修习并拥有禅那。在经由十四种育心法来修习并熟练十遍和八定，以达到目的。对于获得四种色界禅那和四种无色界定的八定者，进入神通基础的禅那，出定后觉意，以一生变成多生的想要拥有神通者，他有获得神通的理由基础。由于修习安止定是神通的静音，所以修定有神通的功德利益。因此佛陀说，他请心于毗毗神通作证法，具有理由能成就神通作证之法。四、殊胜有的利益，巴瓦维塞萨尼桑萨，意为增上生的利益，是指有投生梵天界的利益。除了三果圣者外，没有禅定者是不可能投生梵天界的。若有人想要投生梵天界，必须修习并获得禅那，例如修习十遍、入出习念、修持等。然而他的禅那必须直到死亡之前不退失，如此才能如愿投生梵天界。若不退失禅那，我们将投生梵天界。那些如此想要投生梵天界，或虽没需求但不退失禅那的凡夫，修习安止定导致殊胜有及投生梵天界，所以修定有殊胜有的功德利益。因此佛陀说，修习下等初禅者投生哪里？投生为梵众天的伴侣等。巴利德为下等或劣等之意。修习进行定则只能导致投生欲界散去的殊胜有。五、灭定的利益，尼罗达尼萨姆萨，即成就灭尽定的利益。唯有具备八定的阿那含和阿罗汉圣者，才能进入灭尽定。灭尽定，尼罗达萨玛巴迪，直译为灭定，是指一种心、心所和心生设法暂时停止的定。这里的暂时是指最久七天，这取决于他进入灭尽定之前的决意。灭尽定的修习方法及相关规定，请详阅《清净道论》。拥有八定的阿那含和阿罗汉圣者，在入灭尽定时如此决意：我将七天无心，安住于现法证得即灭涅槃之乐，因此修习安止定有灭尽定的功德利益。所以说，以十六智行和九定行得自在慧，而成灭尽定之智。十六智行是指无常随观、苦随观、无我随观、厌离随观、离贪随观、灭随观、舍遣随观、还灭随观的八种随观，以及四道智和四果智。九定行是指五种色界禅那和四种无色界定，或者四种色界禅那、四种无色界定和进行定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